小玲吼，迄个演唱方面吼，迄个姐姐嘛学了有着的，迄个细粒子帮细粒子，迄个迄口度，唔是啊，迄个肺活量，音源嘛是遮大，你甲看卖，唱歌你甲看卖是拢轻轻松松。由此可见啦，这也无吵着，不是无吵着，是无影响着啦。你看这个吼，目红甲迄个脚穿安尼平酷酷的，真正为找伊吵到今嘛。所以这个吼有一个要求啦。每个人都这样诶，真每个人都这样，问题你拢也无影响着呢。我没有吵啊，我都拢正常啊。我拢正常哟。我甲你讲啦，我甲你讲，唱歌无算吵，跳这个钢管才是算吵。起来做上体啦，我拢无咧跳啊。跳着去一点点，哦，一点点哟，就是很多才跳一次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有出口见这叫做钱伤存伤济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哦，我是湛江的，所以无咧跳。那有咧，讲家己是湛江的，我跟你讲啦，应该是吼为着身体设想啦，所以吼减碳一丝也未要紧啦。我跟你讲啦，你个钱存啊遮济啊，你敢有差迄个一半场？哎呦，那讲钱存济哦，迄是我是倒数第一名。哦，你个算倒数哦？我倒数。所以你意思是恁？领导另外，迄个是迄个，领导迄个是第一名哟。无啊，啊无啦。那我讲领导，我是咧讲恁妹妹啦。我倒可能是我妹妹上侪。啊，真诶哟。无，我甲你讲，你伤过谦虚啊。我真咧想要讲吼，你问我甲你讲，我无要甲你借，而且吼，真侪吼。钱要借你啊。真侪有一个要求啦，迄个麻烦借问，当时要请我食迄个。啊，无问题。啊，无问题哟。随时都可以。你甲看卖，真诶偌厉害。那个卡卡罗好，我说一他就知道二。系啊，啊所以要食什么你敢知？我知。食什么？食芋圆啊。对。对啦，我跟你讲，为什么讲食芋圆？咱这个查某囡仔吼，真正迄个等于伫舞台上吼，等于是副业尔啦。咱的正业吼，就是咱的老板娘，等于是四间店的老板娘。对啦。啊，对啦，好听哦。老板娘是唔免做的咧。免做哟。那有人做？那有人老板娘做干么事？真嘞，这我真正会当认同。我永远拢看到吼，伊徛一台乌都卖去咧外送。哦，我甲你讲，恁兜是安那？迄个员工车无够吼？唔是啊。啊，不，你做我遮忝要创啥物？自己打工赚钱呐。真嘞吼。对啊。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有时吼钱爱赚，身体性命嘛爱顾。啊，那你看到水的才会肥啊安尼吼？哦，肥鬼。规路安尼，我遐一规过咧吼。啊，恁人啊，知影伊来啊。真个吼，对啊。即个即只只狗仔。伊若是常常徛过，咱就毋知影伊个存在。伊若是一直飞，咱就知伊来啊。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即个真有精神。啊，无平常时吼，我看伊拢爱困爱困咧。我甲你讲，今仔日看到我太兴奋咧，无法度。讲到乌鱼吼，就一直兴奋起来。对啊。啊，就问吼，乌鱼恁恁兜拢煮几种？啊？有一唔是有分吗？有啊，有分足侪种的对无？现在都一直出新产品。真的吼，真正学袂完呐！而且吼，我感觉吼，恁家的芋圆吼真好食，而且 Q Q 底啊 Q 底啦。哎，正常的话，因我就知影芋圆俩。恁家的恁店应该嘛是有咧第一珍珠奶茶。对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日互你胃头拍到尾，无啊，互你大拍尾，啊唔是啊，香啊，香啊，我家己呢，我甲你讲啦，太远了，妹妹。迄个有钱，大家讲加赚。林江吼，迄个麻烦这个所在吼，搁找一间啊，加盟啦。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哟。对。我跟你讲啊，真正吼，要做一间加盟店吼，其实嘛是真辛苦啦。对。而且吼，你甲看这个查某囡，安尼一个安尼订几啊斤？四斤啦，对不？没有了。啊，无五斤哦。三斤而已啊。哎呦，三斤就已经不得了啊。哦，安尼撞来撞去，所以吼，来拍一下广告。新港一间，唔免啦，阿免哟，免拍，真正要你拍你唔哦，不用啦，阿唔免哟，所以你意思是迄个生意太好，免拍着对哇？是连锁店公司就会打广告哦，真的哦，阿哥哦，我感觉连锁店的利润应该很少吧？对，比较少，莫怪吼，可是给你拍广告拍遍啦，真的啊，所以莫怪这个查某囡仔咧身兼好多责，对，阿要摇铃的，阿要外送，阿麻烦借问你讲做啥物？嗨，迄个麻烦查某，我来看好，啊开车嘛开了好吼，唔然看到迄个水槽囡仔咧车 S 型的吼。我加在伊都有动来打动我，甲咱看，就表示讲咱够有魅力。对，伊也是拢看，一个过，安尼就系啊。我甲你讲，往往吼，啊看到这个遮水的舞台车，而且佫看到这辣的小仔吼，往往拢一定会打过来，位啊开始一直打到佫开过。对啦，你看咱的小婷吼，人拢讲吼，查某囡仔吼，伫咱的舞台上吼，就是爱笑。你看咱的小婷吼，就迄个门开开，出来就一直笑，你敢看嘛？
人见人爱啦，人讲会开声大笑，才有会当，互咱现场咱好朋友吼，会当顺顺顺心，会当大赚钱，你甲看卖。哎、欸，真正呢，笑口常开，对，才会进来。真呢，而且咱的小婷吼，迄、那个招牌笑容啦，真正吼，去做一个徛伫因，迄、那个等于门市啦，迄应该是等于等于是门市啦吼，真正要应付咱非常济咱的人客吼，迄、那个形形色色，目前台上也是啊，真的真的，对对，这是同类型的，真的。阿哥吼，你是唔过阮迄有客数哦，阿唔过咱这唔知有客数。哎、欸，咱这无放心，头家永远会冻掉的、啊，所以你嘛真为难啦、啊，你这个头家嘛爱冻掉的。如果要冻啥？哎、欸，无，我是讲饮料店啊。哦哦，哎呀，你做头家来冻店的？哦，没有没有。加盟店甲你冻店的吼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他会，他会直接打电话，甲你客诉吼？不是啊，现在消费者最权力很大。啊，那个，啊，所以意思是迄、那个，嘞，今仔日我去甲你买一杯，我讲头家娘。你的芋圆无好食吗？我牛肉十块。无人去叫头家娘。好，安尼哟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店员小姐。每间店，你刚去到位，你刚才也是头家娘。哦。可能啊，对啊。但我意思是讲，我也去的话，我讲老板娘，我要一杯芋圆，迄、那个麻烦芋圆不好吃，麻烦退我十杯。安尼你要哪甲我迄个做客诉？要哪甲我回应？无好食，你爱讲无好食的原因啊。哦，因为伤过 Q 甲无好食。啊！你就倒向遐，我跟你讲，哈哈，来啦，一个大笑话，对 对, 對，开玩笑。對對對我跟你讲，要经营一间咱的连锁店吼，真正非常的无简单，而且你甲看嘛，还佫经营三间吼，真正是愈辛苦啦。无啦，唔是我一个人啦，唔是你一个，不是啦。所以我跟你讲嘛，你甲看卖咧。你甲讲讲咧，袂是我做迄落，不是这样子。唔是啊，你袂讲安尼讲，不是。那我有迄个实力嘅话吼，我嘛做想要像你安尼咧。啊，千万唔通，千万唔通吼。不要，真正迄个狮子气，对，来锵，这里就对了。真的然后向左转，向左，然后再左向左转。我讲讲对吗？对哦，你甲看嘛，真嘞吼，迄、那个按步按步一步一步来，你甲看嘛。对啊。迄、那个我叫我就是安尼甲讲的啦。来来来，和咱的小婷吼，继续安排吼。谢谢，继续安排。困安学游的，来，我今年是叫什么东西？开开玩笑啊，你甲看嘛。来安排，咱的好听的歌曲。就是我的光。
赚大钱，后壁还较细声的，我都太兴奋了。